或为七路，或为四步，沿其不累，多有所宜。即随事建邦，还区一统。杨黄好学，喜聚一书，而随事简编，最为薄洽。即大业之际，丧失者多。贞观中，令胡德芬、魏征相赐为秘书监，上言以及王毅请行购木，并奏引学士校定，群书大备。开元三年，左散骑常侍主吴亮、马怀素试验，言及荆棘。玄宗曰：“内库皆是太宗、高宗先代旧书，常令工人主掌所有残缺，未皇不稽，偏卷错乱，难于检阅。卿士为正枕比之。”至七年，赵公卿士数之家所有一书，官界善写，即四部书。PG 1293。臣上令百官入甘元殿东廊观之，无不害其广。九年十一月，因见由王窃、韦庶、于清、吴炯、刘彦珍、王湾、刘仲等众，修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，又散其常侍原行充奏上之。自后，吴炯又略为四十卷，名为《古今书录》，大凡51852卷。麓山之乱，两都覆没，甘元旧籍，王散殆尽。肃宗代宗崇仲如数，屡召购木。文宗时，政坛事蒋敬忠以荆棘盗丧，屡以为言。诏令密阁搜访遗文，日令天写。开成初，四部书至56476卷。及广明初，皇朝干祭，再现两京宫庙四属，焚荡殆尽，囊石遗迹，尺简无存。即行在朝诸儒垢集，所传无几。昭宗即位，至弘文雅，秘书沈奏曰：“当沈元长四部御书十二库，共七万余卷。广明之乱，一时散失。后来沈思购木，上集二万余卷。即先朝在信山南，尚存18000卷。且知京城制置史孙为甚收在本军。”其御书密阁见冲教房及诸军人站住，辅以典籍国之代经，密府校筹之地，其书籍并望复当审，校其残缺，见令补籍，乐人起疑他所，并从之，即迁都洛阳，又丧其半。平时载籍是莫的文。今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，以表一文之盛。四部者，甲、乙、丙、丁之次也。甲部为经，其类十二，一日易，以记阴阳变化。二曰书，以记帝王遗范。三曰诗，以记兴衰颂叹。四曰礼，以记文物体制。五曰乐，以记生荣绿度。六曰春秋，以记形式褒贬。七曰孝经，以记天经地义。八曰论语，以记先圣为言。九曰图纬，以记六经称后。十曰经解，以记六经称后。十一曰古训，以记六经称后。十二曰小学，以记字体身韵。以部为史，其类史有三，一曰正史，以记纪传表志。二曰古史，以记编年细事。
三曰杂史，以记一体杂记。四曰罢史，以记伪朝国史。五曰起居住，以记人君言动。六曰旧事。PG 1294。以记朝廷政令。七曰职官，以记班序品制。八曰遗著，以记吉凶行事。九曰刑法，以记律令格式。十曰杂传，以记先圣人物。十一曰地理，以记山川郡国。十二曰谱系，以记氏族继续。十三曰略录，以记史册条目。丙不为子，其类衣食有四，一曰儒家，以记仁义教化。二曰道家，以记清净无为。三曰法家，以记刑法典制。四曰名家，以记循名择实。五曰墨家，以记强本节用。六曰纵横家，以记辩说诡诈。七曰杂家，以记兼蓄众说。八曰农家，以记播植种。一九曰小说家，以记除词于讼。十曰兵法，以记权谋制度。十一曰天文，以记星辰相位。十二曰历数，以记推步气朔。十三曰五行，以记博士战后。十四曰医方，以记药饵针灸。丁不为疾，其类有三，一曰楚辞，以记骚人怨刺。二曰别集，以记辞赋杂论。三曰总集，以记文章事类。囧等传集，一班固，一文志，体例，诸书随部皆有小序。发明其旨。进史官传，随书经集志，其例亦然。窃以记录简编。一题，卷不相言，叙述无出前修。今之杀青，亦所不取，但记不至而已。而囧等所叙四部都录以明心修之旨，今略载之。窃以经焚浩广，使徒分薄，寻览者莫之能辨，思总者常苦。其多何侠众污覆床，更烦其说。若先望有缺点，尚甚有疑事。方正所及，如训事先，宜垂教以作成。当阐归而开典，则不惶。起处何获验宁？囊之所修，成为此意。然理有未切，追怨良深。于时秘书审经书，时多王阙，诸司焚籍，不暇讨论。此则是有魏周亦也。其后周览人间，颇睹阙闻，心急记贞观之前。永徽以来不取，尽书采长安之上，神龙以来未录。此则理有魏弘二也。书月不变，是复魏周，或不详明代，或未知不武。此则体有未通三也。书多阙目，空章地数，既无偏题，实乖标榜。此则力有所亏四也。所用书序，闲取魏文真所分书。PG 1295。类皆具随经即至。理有未允，体有不通。此则事实未安。五也。洗马谈作，史记，班标作，汉书，皆两页而仅成流。新作七略，王简作七志，于二纪而方就。属有四万卷目，两千部书，名目首尾，三年便令中进，欲求精析，
不其难乎？所以常有遗恨，切思追雪，乃与类同气，积思前心，审正旧疑，详开心智，永辉心急，神龙尽书，则是而复也。未详明事，不知不武